明白了吗？来，预备备，开始。大胖胖现在正在吃的可是个半粮神器啊，它里面有鸡肉、鸭肉、牛肉、羊肉和兔肉，挑食的狗子可以拌在狗粮里面吃，也可以当做零食吃，价格也特别划算，喂起来一点也不心疼。哦哟，跟你开个玩笑的，怎么还被气哭了？哎呦，呀，你哥平时把私房钱都藏在哪里啊？你告诉我，我给你买肉肉吃，好不好？嗯。哎呦，这么多了啊！呀，大哥，不是我拿的，是小哈子我拿的，给他买肉肉吃。住手！你们住手！不要再打了，不要再打了，住手！小哈，别哭了，下次再给你买肉肉吧。故意只带一只狗子出门，会发生什么？好了，大家过来。开心的啊！哎呀，这么开心啊！又走大几步，是不是？走吧。哦哟，瞧把你给委屈的！好了，别哭了。下次就只带你出去，不带你大哥出去，再给你加一碗肉肉吧。糟糕糟糕 ，Oh my god， 魔法怎么失灵啦？天空真的好大，蓝色梦想真的。世界孤立我，任他奚落，我只保持我的沉默，明白什么才是躲起来看狗子的反应。前面发了个捉迷藏的视频，很多人都说我们家这狗子鼻子不行，今天我们就向他们证明一下啊，看到没有，就这个钥匙啊，你们俩在这不要动，我现在去把它藏起来啊。我们现在藏到这个房间里面，把门关起来，他看不到的啊，藏在这个里面，觉得可以的话就打个可以啊，现在让他进来走，看一下，没有动没有偷看啊，去吧，去把钥匙找回来，快去。我们家房间多，这个就是我们家的杂物间啊，东西是比较多比较乱，就是个杂物间。来，过来，这么快就找到了，来，你坐，坐下，坐下，坐坐。哎呀，太棒了，感觉我们可以的话给我们点个赞。